没有埋伏，难道真是凑巧？果然没有神像。神话故事，我这个人呢，从来不信神仙，但是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。如果真有神庙的话，麻烦你派个使者下来跟我解释一下。你要是给我答案，我就给你个面子，信你一回。食宿报销，你考虑一下。小姐了吗？没有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是刺客吗？不是。那你是神仙派来的吗？应该也不是。我觉得你是。你是谁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吐着吐着就吐习惯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哎，你要走啊？你跟正殿那贵人是一起的。说。忘了问名字。